明星们的微博几乎都是一天一更新，甚至一天更新很多次。但是我们的小 Angela 王诗龄，时隔5个月，就在今天终于更博了，并俏皮的配文“会干家务小妞”，看得出王诗龄特别享受家务活。从微博晒出的照片可以看出，长头发的王诗龄皮肤稍微有点黄，但又长又翘的眼睫毛显得她非常可爱，而且五官也越来越精致了。不但脸上的肉没以前那么多了，还露出尖尖的下巴，真应了那句女大十八变，越变越好看。不过很多网友却对王诗龄上身的短袖白色 T 恤有了兴趣，更有甚至有去查了一下价格，发现还不算太贵。要知道以前李湘对王诗龄都是土豪打扮风格啊，也因此受到网友们吐槽。现在即使王诗龄穿的 T 恤没有超过100，但也不影响人家的气质啊。还有脚上穿的属于小女生可爱特质的小拖鞋，都可以看出王诗龄在家一直很受宠啊。还是小孩子的王诗龄对穿什么样的衣服啊，要怎么打扮啊，都没有那么的讲究，因为衣服还有其他东西都是妈妈李湘买的，所以李湘也想通了，孩子开开心心成长才是最重要的。